爸，我靠了，今天下午差不多五点钟了，才接到一个大单，要800万的，相依靠要到后天交货了。所以现在我们差不多六点钟了，那天气呢已经暗下来了，我们还上来呢，拿葱头，拿香芋，看我们这香芋，那拿多少？八百万的那个香芋扣，做红葱头，7-8块钱一斤的啊！打下我们就要称牛去。走，我们现在呢去拿那个香芋。那我们呢今天来选择这个荔浦芋头，老板娘，这把刀用一下啊。看看荔浦芋头两头尖的，看看我们的粉不粉？其实这个削开它就知道了啊，看到没有？这个粉末，它就拿到呢。教大家，如果在市场上买那个荔浦芋头啊，它呢拿到绿色很沉很沉的，它这里削开之后呢，这些刀呢，它就一干了，很白很白的这个，那看看粉不粉？就稳重是吧，都是亮粒粒的啊。那这芋头呢它是放不了多久了，买回来呢就是放在冻库里面保存的时间，所以很多人也叫我们去荔浦那边拉点回来，多少钱斤，其实你们不懂，它必须要冷藏就是保鲜的那样的。看这是现在的芋头，它这个芋头一个芋头好很多斤，那这个看它这梗是青的啊，没削之前梗是青的，这是，啊，是不是粉不粉？亮。我们今天呢拿个几百斤吧，拿个400-500斤吧，500多斤就差不多够了，800万，500斤。老板娘，这个是红葱头吗？最亮的红葱头。做红葱头多少钱？9块钱。那么贵啊，加满怎么搞？这个东西还大苗哦，啊，一半葱头，一半一这样子，看看没有？这辣椒一个都有半斤重，那么长一个，两烂长，看到吧？啊，这个，还有那个冬瓜，里面冬瓜也是。啊，这里呢是我们的红玉林市红进市场批发市场。那这个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那个大蒜，蒜米我们是买一点回去，就一天我们用的比较多，100斤左右用到三斤这样子，所以呢我们每天用量比较大，啊，2天3天这样子就用完了，就得啊，看看这些姜，我们要的就是大肉姜，现在的姜稍微便宜一点，之前那个姜啊，7-8块钱，啊，那我们为了买一天这材料新鲜，我们不拿那么多，拿两袋就用2天，因为这个东西呢，它不能放太久它就变黑的，所以放一点，啊，就是这么多。大家看看这两袋红葱头，啊，100多斤，这两袋呢都差不多1000块钱了，900多，那里还有点拿下。现在葱头越来越贵，8月15那段更贵，难搞哦。啊，这里现在这里都差不多2000米了，难搞。那买菜吃啊，买点倒酒回去，因为我们工人是给工人吃。这一车就去了5000多啊，差不多6000，啊，你像这里就买好多碗扣肉了，主要呢
今年的那个葱红葱头特别贵，葱、蒜、米、姜都贵，还有芋头，芋头呢就不怎么贵。实话实说，芋头才四五块钱斤，正宗荔浦芋头。啊，我妈回去了。大家说难不难？感觉太难了，真的。啊，还乱七八糟的费用，你们看到的单单是猪肉费用，还有呢，人工、水电，啊，煤气、快递费、碗、酱料费，很多费用在里面了。所以说，不能单单看猪肉的价格，猪肉价格呢对比才是一半，知道吗？啊，我回去了，感谢大家。